你们是不是会觉得为什么我会选这种人？然后越来越又花心，因为我也双子座偏变态吧，太乖的那种我也会觉得无聊。我觉得最大的成就可能就是驯服吧，他真的就是变很乖。你们是不是会觉得为什么我会选这种人？就只会讲啊，阿公我又跟我丢掉，然后越来越又花心。你们是不是很好奇？我凭良心讲，就是我第一次看到我没有觉得他很帅，因为我不喜欢就是这样。我应该是弱势，他到底哪一点不够良好 stable？你是眼睛闭着选，是不是？一开始真的没有喜欢他，对他还是觉得说这个人怎么想法那么奇特，就在问我工作上一些问题，然后我都会觉得说这个人脑袋到底装什么，到底会经营啊？会觉得说怎么那么有人那么白痴、这么笨的人，然后他自己以为很聪明啊？会觉得说他虽然这样屁屁的，但是变得很乖。总而言之，好男人，好不好？不是好男人，好男人，好男人。所以你到底是喜欢我哪一个？好男人，心好男人。